天呐，传说中的外挂。那怎么办？那还是要打，不然怎么办？不然就跳出去重排就好了。没办法，他会叫你要重连吧？没不知有，他道。是可以等3分钟吧？真的是要外吗？挂吗？不是要听别人他也不讲是是这在样啊？台湾呢，他也不是在台湾。真的是不一外定挂啊，可吗？能是他网路线不好。你们有跟他打过了吗？哪就一个？是那个高雄之光。没有，我没看过他。取这种 ID 真的很像小屁孩。正常。我好像没资格有讲啊，这种我话。跟他打过了。说什么？直球，哎，如果他取这 ID，我是不反对了，只要他不开外挂的话。我觉得游戏玩开外挂，你跟他干嘛玩游戏？如果还有你要闲开闲外没挂，事就做。转头去打那个暗黑啊。应该说，如果你要开的话，不如转头去打那个三国，或许会好一点。但是塞车，现在是一整个车队啊。这位 H 开头大哥，你怎么绕来绕去？看地图啊！妈妈已经说了，就再等一下。不是吧？没有注意到，哪来的人？地都被锁掉了。都被你们背下来。那个坦克爆了吗？爆了，爆了！我们用 H3让它爆。不要让我们去抢西点，他们去抢 A 点。听不懂人话、啊。啊，补完血。枪爆头哎！A 点外面，A 点外面。看你这是好哎，高雄之光死了、欸。哎、欸，现在就是啥？只是就是，你会很难杀他。台湾属于日本，他的枪是台湾属于日本，是什么鬼、啊？猫猫猫猫猫猫。直接射我！直接射我！为什么我一下子就死？小猫车子的太牛逼了！这个上面机枪手，机枪座上的在放空啊！枪声在右边，看左边。没带劲，直接射到我啊！爆头啊！有点猛啊！我要怎么样全部趴下、啊？大哥，我都是蹲下，那我要怎样全部趴下？刚刚看到好多人，整个趴下去。记啊记。高雄之光，台湾属于日本是哪招？我好想打他、哦。
反正出去检举他就好了。冲过来，然后我就被射死，是哪招啊？太恐怖了！对面超远距离有一只，有一台坦克啊，要炸掉我！干不掉还好，我先冲下来。靠北了！哇，很难打！注意，好像很高。在二楼，在二楼。他死了，不像外挂啊！他们没打中我哎。A 开头好像真的是。在200公尺外没有装狙击镜，直接爆我头！靠，太神了！开开关关吗？可以吧？他刚两次我遇到他，他都没打到我。其实你也开了，对不对？换车了。屁啦！在家里就这样关。手榴弹，家里有手榴弹，那个 C 点有一只。倒霉，刚开过去就被干掉了。我才刚走过去就有一颗拔拉。没姐妹啦。了解，马上过去。了解。先坐车中。啊，这台车给我翻覆的，怎么给我搞笑？我看到他了，他第一了。C 点要被拉了，时间很多次是不是拉多快？四个人。你们可多？我没有坦克。距离一枪就死哦，这不可能吧？车来了，一枪，在马路上。美国的 M1 一枪就可以让我们死吗？不可能吧？爆头车，爆头车，没有爆头，不行，他伤害没有要改到100，太夸张了。可以去抢 B 点吗？ B 点应该只有一两滴。规矩在里面。他们都在外围。非常多。我来捡美国的吉普车来用。又有一只，低点一只哦，然后在房子里面，刚冲出来把我干掉
这边有长官级的哦。怎么走？有一只。哦。好痛啊！防空炮吧？不是，那个看起来不像防空炮。防空炮位置不在那里，我猜的没有。N 十八，啊，这么厉害！哎，一枪暴毙，坦克的威力真恐怖。我们那边有那个反坦克步兵，那个反坦克。死了死了，有一台摩托车。你们 A 点 B 要小心 ，A 点侧面会有两个东西哦，有人在小 A 吗？等一下有人从这边回去救 A。我需要弹药。脚踏车回去救 A， 靠，这样还可以？没有办法，没有吉普车啊。哦，屁啦，这样可以扫到，太远了，犯规。雪漫 C 点旁边，好，那个树林那边。看错的话了，没错，我跟在他后面，机点旁边。雪漫是吗？超那个第一枪就这样扫我，不是雪漫。哎、欸，那刚刚谁杀我？刚刚杀我的是……哎、欸，旁边，有人拿 N 3进去房子了。A 点一只。有了，有雪漫了、啊，他们多了一台雪漫。他把他撞翻掉。好爽哦！超强大 APC， 哎、欸，队友在互杀是哪招啊？那应该是新手在用，老手开那个什么，开侦防车啊，新手上了他们的车子。我觉得那个高雄之光这一场不像外挂、啊，我是觉得这个太短了。离我200公尺，他直接打，谁在乱爆我的车啊 ？K I， 哎，我们的侦察车被爆了。啊，好，我要上班了，下午再跟你们玩，拜拜。拜拜。好了 ，K U D K 进来了，耶、yeah ！他
他死那么多次也不像啊。不知道哎、欸。我被他打是还算正常。等一下，是有人在检举他，吧上面有人在写他。对，他的枪，他的枪有瞄镜啊，我刚刚有检过啊。然后他刚刚只有杀到我一次而已，他两次遇到我，他都没有把我打死啊。这也是很近的距离。那他步枪。有人公开谴责高雄之光。可是那些人他也没有提供。夏哥邀我一下，玩这会场差不多。有啊，他们就是站在那种不可能被打得到的地方，然后他从不可能打得到他的地方直接打到他，直接把他打死。跟 GTA 五一样，没有证据啊，就没办法查。他没有开无敌就很难做。爆炸。欸小猫，你 BM4 的准确度多少？单纯好奇。但我也是。没有，有时候真的特别瞄准才打，会来不及打。对啊，我们先开始了。哇，之前 BF4 被人家嘴都准度那么差，就是无奈。不重要 ，BF4 重要的是走位啊。对啊，算了，我不想多说了。